帮他们拓展绿色经济的可能性。那他今天会有做很多经验分享。那在老师今天真的开始讲之前呢，我想先那个淑玲班代现在正在给大家分享一些讯息，就是说很抱歉了，本来跟大家讲这礼拜六可以去校外教学，但是我们家要去南投参加别的活动，我上礼拜才确定，所以中到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到，但是郑州老师还是愿意，如果同学这礼拜六还是可以，郑州老师会在台上，你们可以跟他约。然后10月12号是礼拜五，下个礼拜五，那个上个礼拜来上课的大暴龙，他要带着板桥社大的同学去那边做拍摄的教学。那如果你们有兴趣，大暴龙老师是有开放我们同学参加，你可以一起去。然后呢，我们本来10月6号的，就是调到10月20号，就是我跟廖真的老师都会去的那个。如果10月20号大家没办法调过去，希望这礼拜六就可以去，自己报组成队跟这个郑州老师约。那以那个班代为窗口啊，然后11月10号，这是之前就有定了，开学就定了，那我不会再改，希望大家把这个时间留下来。那个你们在会后商量一下。那如果这几个时段都不行啊，真的没办法参加到的同学哈。我还是可以帮你们再开另外一个例子啦，那你们就自己提出来，然后我们再想办法。好，那现在就先这样，然后我们正式开上课，欢迎一下郑州老师。单枪没开。好，刚刚没开还是可以鼓掌。左边那一颗，左边。有几位需要10月6号来去？好，思考一下，反正最后还可以。我是廖。大哥，您10月6号要去是吗？不是，10月20。好。那大概想一下，看你们哪几位10月6号要去。那么我就翘课，我可能会翘课。再说，反正我有很多的其他的好玩的东西。那今天我会把我主题浓缩在，我之前跟我们的班导师在想我谈过的话题，那这个话题蛮长的，我在乌来那边混了好久，然后呢，今天我是把我做这些事情的过程，也就是。慢慢再帮乌来那边找一个可能的解决方式。那我今天呢，就是整个叙述完整的故事，从当初怎么遇到问题，到中间，有几个可能的解决方法，然后呢，到最后找到一个现在觉得可以解决方法。那趁着大家现在好像还有点精神，好，开玩笑，是我先直接放到最后面，我先介绍最后面。我目前我找到了可能解决方法，给大家直接看这个可能方法，好像还是有点难，应该是我的字不太对，我把
年这条线。我把颜色表记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个版本它只容许我回读啊，我念给大家一下，就是我发现说，借我一下，我把旧版本放上好。